小伙子，有没有兴趣听一个故事？一把金腰刀，无数英雄梦。铸刀先铸魂，刀有了魂，就有了心。如果腰刀有心的话，一定已经黑了，像秦一刀一样。一把腰刀，他会吞噬你。刀要训，我要找他报仇，摧毁妖刀。见我秦一刀的全都死光。这世上或许只有一个人能杀了他。谁？他的徒弟。他是条狗。狗？你还学人家英雄救美啊？这世上所有人都可以瞧不起你，可是你不可以。狗啊！我是人，人。你的刀已经过时了，他的天下。去报仇。救我。